好，欢迎来到朱古力的巧克力学生会。我是奇鱼，这位是双兔，兔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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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这次一样是双视角哟。然后你可以选一个人来看，你可以选一个人来看我们跑酷。然后如果是我们跳到一个很难的地方的话，我们不得已才会 TP 的。嗯，然后我们刚刚已经睡完觉了。然后辛辛苦苦找到记录点之后，不是重生点之后，我们就要开始实况咯。大家兴不兴奋呢？嘻嘻不兴奋呢？然后这个是谁？兴奋了，哎，这边可以直接跳出来，哎，那，不要作弊啊！是一样是，等一下，哎，可是我这是一样是跑酷啊，一样是那个作者，对啊。对，叫什么？跟上次那个，我忘了叫什么，叫神的领域吧。我看一下，不是啊，我是说，神的领域，我是说黄金级哦，黄金级。我说作者名字叫什么？叫秋山聊，秋山聊哒哒。神的领域，我还刀剑神域呢。好吧，不要这样子吐槽。好了，等一下我的花。然后就是开始分。一样为了方便不可破坏方块，我们还是调冒险模式。好了，总之我们开始跑酷吧。耶耶耶！怎么那么快啦？波波，啊，下去了！我不是故意的，跑过头马不是故意的。音乐哟！啊！果然不该跑过，果然不该连跳的，不该跑过。我们要怎么实况啊？你有放 BGM 吗？我没有啊。好吧，那我来放。我失足了。让我看一下，哦，谁放一个？好了，调一下音量。好了，开始喽！其实早就开始喽。酷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这次要比较认真。真的要认真了。虽然这样子并不会，并不是代表哦，并不是代表一定会不但是还是要认真一下。嗯？啊？你确定你这样子认真吗？虽然我也不认真。我很认真啊，我觉得我很认真。我不觉得你很认真呐、啊，既然你认真的话少，话应该很少才对。但是实况不能话少。可是我觉得我。我明明就有认真，你为什么要交喘？啊？你为什么要交喘？What？ 啊！我又被推出来了。这 BGM 好可怕。哪有？你就很动听，我都没有听到啊。哦，我只是觉得它旋律有点可怕。不，我看到了，我也被推下。我刚才讲说我看到你被推下。我的声音有很大吗？哎，都还好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什么事情都还没做。等一下，我明明就站着不动，为什么会被推下去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什么都没有做啊。我需要这个视角来玩。哎、欸，我明明我也什么都没有做啊。感觉你跟我一样，再靠近那个活塞比较好。
不然会很可怕的感觉。好吧，第一次的成绩还蛮好的，第二次之后就这样子，GG。我也要用这个视角玩，但感觉这个视角会更棒。哎呦，用这边就不能用这个视角了。啊，为什么？GG了，我们连第一关都过不了哎，果然是神的啊，果然是神的领域啊。我们不能冒犯神明，因为我刚刚说神。可是刀剑神域明明就很厉害，同人明明就很厉害。哦，可是我们不是他、啊，不，可是这个是神的领域啊。哎呦，哦，你说那个你用的是钢琴那个？啊啊！我看到你掉，我看到你从我旁边掉下来。欸，我刚刚怎么一连过了两个？不，你也这样不是吧？不是吧？要是可以从旁边的小道绕过去就好。我觉得是跳两个是不错的办法。为什么明明就没有碰到啦？我也明明就没有碰到就被他推下去，好像一格不能停太久，不然会GG。我没有停很久啊。我就在等他的时候就被推下去了。不！哦，我又死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就是不会作弊的。啊！哎呦，死掉掉了。即使认真了，还是不行啊。对啊，没想到我们的等级居然跑酷等级居然连这个神字的边都沾不上。我要过去了啦，哭哭。如果我再过不去的话，就要作弊了。嗯？我们连神的边都沾不上。好时机刚什么的，我最讨厌了。你在 A 什么？我看到你坠落。我看到我倒下就消失了，呵呵。站站边边还是会被推下去吗？还是会。根本就过不过去吗？
觉得应该是我们不是我们太烂的问题，应该是我们太烂的问题。我不觉得。哎、欸，我明明就什么都没有做就被推下来了。大家都是这样的。啊！太难了。作者啊啊的，然后就GG。到第三个就不能这样子做了，到第三个就不能一直按着桌上了。左上，你就按着左上。对啊，右左加上。这样有用，我也要试试看。只是只能撑到第二格而已。耶、欸！是因为第一个没有用那个方法，所以才会。我去呀、啊！我觉得我们猛冲过去就好，就站在边边，感觉还不错。站在边边，啊！我被推下去了。这应该是有什么技巧吧？我看一下。我也要来看一下，看一下他有什么，他有写什么技巧什么。他说抓准时机耶、啊、什么抓准时机，我们都不会抓时机，我们明明时机抓得很准，还是被推下去了。你这爸爸爸爸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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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上面就这样写嘛，骂我哭哭，我没有骂你、你哦哦站在同一个就死掉哇、啊你吓到我了吧？我怎样了？你吓到我了。哦，作者，还是被推下去的。好想作弊哦！不要了。观众看我们一直是很高兴吗？对啊，就跟武秋风一样。我刚明明就当掉了，你还是在推下去。我明明就当掉了，你干嘛这样子对我？就是因为当掉了。哎，我觉得我们先掉下去，我们先暂停好不好？可是我不知道我的暂停键是哪一键，真的假的？再仔细找找看、啊，我找一下，是 F10 吗？还是 F9？ 哎，你只是截图，那就是 F11咯，还是 F12？ 我是刚刚，不是、啊，不是 F11。你在干嘛？不小心按到。所以现在是那个录影视窗里面应该是会有吧，可是要写英文，我看不懂。哎、等一下我，方式人怪怪的。嗯我明明就没有碰到我那么我已经把录影程式关掉了，为什么？所以我现在没有录哦，刚刚不小心按错。切，所以我就不能放。好吧，那么双视角应该就没了吧？哎，啊，可是你把那个前半段的放上去，应该没关系吧？
或者你可以重录一次啊。那我们这边，还是算了吧。你要再为我讲一次开头吗？好啊。我觉得你要接下去。好啊，我重录。我都自己都看不到自己啊，即将要掉下去啊！哦，好难哦，什么东西啊？那应该重录啊，我不要了。我要放很久才放上去。明天还要上课。そうですね。还是被推上去了。哦，那这个时间我们先暂停咯。我觉得你们一直看我死，应该也不是很滋味。好，那我们先暂停咯。有人会为你感到很不是滋味吗？哎，等一下。王F8不知道为什么王F8变成这样子。等一下，我先重用一下那个 Start 换 F7 好了。好的，好，我们真的要先暂停了，拜拜。好了，我们回来了，我终于通过这个地方。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变晚上了？等一下，你把别人切断了，等一下。啊，算了呢。总之还有这里。如果死了，我已经跳过了。如果我死了，我再提醒你。哎，哦，我真的死了。这边都过不来，我是怎样？嘿，好的，睡宝宝。这里的有差你。有啦，你不懂，冲啊！那你。これは何ですか？あ、我拿到一把黄金剪，然后呢？诶，我怎么没有拿到黄金剪啊？你那只头部包的黄金头盔好可爱哦！是呀。这个身上有没有东西？我们记录一下好不好？好吗？我也来当场子。嗯？好，我先下了，拜拜。哎，你要下楼，那我要怎么办？哎，等我们分 Epson 好了，我们分 Epson 吧。好，我们这次的时光差不多也要结束喽。如果喜欢我那边的话，别忘啊，不对，如果喜欢我那边的话，请订阅我的话。喜欢想看我们巧克力学生会的粉丝团的话，请到我的频道下方的链接。啊 ，CID 我会打在频道那里。好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我在打什么？哦哟，断掉了。好，就这样，拜拜。